Watches, mobile phones, and pagers during the
欢迎来到美丽新香港机场。这个机场并没有国际航线，今晚亦只有一班客机。为了大家的安全，所有入座的乘客敬请依法依规。除了少数部分别有用心人士之外，其余的都已经安了的了。记住，安心出手咪安心出丑啊。为了令所有乘客可以同我哋一起穿越三十几年嘅时空，请你哋攞起手机扫描台上嘅 QR code， 咁大家就可以得到一张 boarding pass， 等我哋可以暂且离开新香港，回到1987老好嘅香港。同参加马拉松又或者去法庭听审唔同，今晚大会系欢迎大家着住印有文字嘅衣饰入场噶。但是大家当然要醒目一点，如果摆明是知道会硬亲某些人的眼的话，请马上出去外面大堂买一件大会的 T 恤替换。如果不是，我都帮不到你的，因为我们估计现场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关注你的目光，你望我望。来到这个时候，大家准备好了，拿着你们的 boarding pass，我哋会翻翻去香港启德国际机场，喺嗰度同达明一派会合，一齐起飞，一齐 replay。国泰航空公司 CX505 号班机由香港到温哥华最后召集。日本航空公司 JL008 号班机由香港往三藩市的乘客请由17号闸登机。西北航空公司 MW015 号班机由香港往西雅图的乘客请由23号闸登机。国泰航空公司 CX202 号班机由香港到雪梨最后召集。国泰航空公司 CX505 号班机由香港到温哥华最后召集。日本航空公司 JL008 号班机由香港。香港好吗？香港人好嗎？世界各地的朋友好嗎？霓虹亮透晚上，把城內也照亮，猶豫在馬路上，只求在這午夜找一個新方向。皇后像公园里光芒密布结聚，遥遥望向对岸，海旁万点灯光多凄美的景况。唯愿到处去看这黑夜，乱去闯荡，去闯荡，去闯荡。随着路灯牵引，他朝着我靠近，明知没有去问，只求共我放任星光里飞这去。期望我俩占有这黑夜，搭上这间快车，灯光里飞驰失意的孩子，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翻次三女差异，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我哋要将衣冠变成一个大舞池。
心灵尽处界限，无惧夜空冰冷，车从没有变慢，多放胆的今晚，城内四处去逛，这黑夜没有终站，没有终站，沉闷的这一晚，星辰划破暗淡，华丽夜市灿烂，晶莹亮透炽热的双眼，驱不散。期望我俩扑向这光亮，多进这晚臂弯，灯光里飞驰杀意的孩子，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不辞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杀意的孩子，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不辞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所有睇緊大明一派嘅观众，你哋好。这棵树踢着风霜，看它正翱翔，是非那样，要每个在场也会欣赏，眼睛正明察竞争对象，把伎俩在转圈动作漂亮，转转转美静飘忽身影，尽情再起革命，远看去大门有伴，正得以望形，我的脚如尽摇着快速的一双腿，为这刻格外感至满，随幻觉随动作，随着加速音乐，在盘旋每个角落，留着少年脉搏，随着一杯可乐，尽忘怀太失落。今晚最后一晚，大家放尽出嚟吧。说剧场，这个晚上，看他正翱翔，似飞那样，那瘦削面庞，到处眺望，发色凝着黄，眼中渴望，又在胡乱去闯，方是碰撞，转转转没完，哪会厌倦？无言同霓虹，永不间断，占领这乐园，痛快作乱。与黑暗共存，我的志愿，自信摇着快速的一双腿，为了找美丽新伴侣，随幻觉随动作，随着加速音乐，在盘旋每个角落，
流着少年脈搏，隨著一杯可樂，盡忘懷一切失落。隨幻覺，隨動作，隨著加速入樂，再盤旋每個角落。流着少年脈搏，隨著一杯可樂，盡忘懷一切失落。世界各地的朋友，欢迎他们来香港。在说着谁，谁谁谁在看着谁，谁谁谁在听着谁，谁谁谁用眼若水，假装欢欣激发的泪，遮掩顾虑。谁谁谁谁在怕着谁，谁谁谁在要着谁，谁谁谁在骗着谁，谁谁谁在爱着谁。一声不可改变之后，有着谁，到底一弯的清水，等于几多苦恼眼泪。这天梳发可堪醉，他朝消失空气里，谁令我每个瑕疵尽变死灰。谁谁谁谁在说着谁，谁谁谁在听着谁，谁谁谁在看着谁，谁谁谁用眼若水，假装欢欣激发的泪，遮掩顾虑。谁谁谁谁在诱惑谁，谁谁谁在戏弄谁，谁谁谁令我独自夜夜难睡，谁在爱着谁。我改变之后，有着谁，到底一弯的清水，等于几多苦恼眼泪。这天梳发可堪醉，他朝消失空气里，谁令我每个夏至到底一弯的清水，等于几多苦恼眼泪。这天梳发可堪醉，他朝消失空气里，谁令我每个夏至尽变死灰。
唔好俾佢停啦，因为今晚神奇旅客嚟救我哋啊！夸张的眼距，然而没有过路人来为这女士容貌喝彩。吓，睇睇下我个样子都有少少似嗰个 Serena 嘅喎。人群地铁里正在谈论昨晚港姐的决赛，模糊对这对眼内，期待也会在台上博彩。每当他看到镜内，配角镜内可爱，常期望有天冲出这道墙，他披上艳阳有山去向，不需要晚上追翡翠剧场，进展勉强多勉强，每天渐亮，再不用向车站赶上。高级的店铺，名牌在法国制造，存在这国度全是美好。唔该，我已经买咗两个表同埋一只奖学金，仲有咩可以买啊？无聊踏进了之地，仍是小小的珠宝赞美。但又当故作趣味，全是怕会被沉闷处死。每天讨厌要顾忌，哪个上任经理？常期望有天冲出这道墙，他披上艳阳有山去向。不需要晚上钻匪企桌墙，尽点勉强。每天渐亮，再不用向车站赶上。常期望有天冲出这道墙，他披上艳阳有山去向。不需要晚上追翡翠剧场，尽展勉强。每天渐亮，再不用向车站赶上。做人有要求，点解要我符合你的标准啫？你套标准而家好好咩？珠宝啊珠宝，如果我一只手戴两只戒指，咁我系咪最坏嘅神奇女侠啊？比海婷计划更坏更坏嘅 Serena 喺唔喺度啊？佢應該今日嚟咗，唔知佢坐喺邊度啦。多謝神奇女俠 Serena。好，我哋一齊同阿 Serena 一齊跳呢隻中晚嘅中版嘅慢舞，好冇？嚟啦！
逝，慢慢恶运交替，人们认为舞会着迷，琴弦嘹亮彻底，站在伴侣的背后，静静贴上双手，无从明白你的念头，为何仍是我喝酒？我望你望我面，只隔一时；你望我望你面，心里束缚再加添。逗留，为何仍愿意去偷？我望你望我面，只隔一时；你望我望你面，心里束缚再加添。快乐啊，各位！你哋 happy 唔 happy 啊？你好似好细声咁喎。系啊，今日咧系圣诞嘅正日啊！我哋为咗几耶稣。圣诞正日嘅第二日啊？咩？系诶，我记错咗，琴晚系平安夜添，你話你冇瞓過係嘛？平安夜到尋日都冇瞓過係嘛？以為仲係平安夜。係啊，真係啊。咁咧喺度咧，我想有少少嘅説話咧，咁想講嘅，咁就係咧我一個加拿大嘅好朋友咧，係今日生日啊！他而家咧係睇緊我哋嘅 show 嘅，因為咧我哋而家係轉播到全世界咧，可以喺網上邊睇到我哋嘅。係啊，32个国家，大家歡迎嚟到美麗新香港。Yeah！ 生日快樂啊 ，George。George 啊，其實好多人生日，我知道張大姐誒，尋日生日都係嘛？
然後我家姐嗱，我嘅大姐又前日生日，啊、所以咧好多大姐都係呢幾日生日啊！好犀利喎！係啊，你好，你有好多姐姐噶嘛？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張大姐咧就係、是、大家尊重佢係張大姐啫嚇，即、就、係、是、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前廣佢應該今晚在座嘅，喺度嘅喺度嘅，係啊，佢好低調啊，係啊，係。喺嗰邊，喺嗰邊。哦，喺呢度。喺呢度，係見到。係啊，要嚟睇下今日香港係點啊！我咧其實想問一下大家咧，今日係咪之前有嚟睇過㗎？有幾多個啊？舉手啊，睇下。哦，好彩，好彩，好少啫，係啦。係啊。咁留翻啲飛俾人哋啊嘛。係啊。係嘛？啊，我諗今日係咪好多人喺網上？睇緊我哋啊！今日我哋有加料同埋彩蛋，係啦，送大包啊！係，anyway， 我驚咧有啲長者咧，唔係長者，大我佢大我兩幾年咋。今日我有個稀客，我諗佢好少睇演唱會嘅，咁係賭 Sir 杜琪峰先生。係啊，我驚佢一陣佢又要行山嗰啲咧，即係要早走啊！在哪裡我看不到他啊這裡在第一行哇死了他會睡著或者早走的時候就被人看到但賭 Sir 應該很健康的他就是很健康所以要早睡早過你睡啊早過我睡啊啊我都十一點睡了是啊他九點半睡的所以看完上半場就睡著那你早走黑了才走走得夠anyway 很多謝你們到了這個位置我們應該要要唱慢慢都唱的一首歌那個下午我在舊居小順我們本來準備了一個的video 是想在這裡播的但是呢無奈被消失了但是終於我們決定了你們打開你們的手機去黃耀明的 IG， 如果你沒有 IG 的就跟隔離的朋友分享那個 IG， 那就會找到以下達明 Facebook， 達明的 Facebook 是吧？達明 Tagming Pair 的 Facebook 都有Tagming Pair 的 Facebook 和黃耀明的 IG 都有還有黃耀明的 Facebook 都有他們說有個 Big Brother 說話給我聽是的 OK 就大家打開了就不要開住，就音樂一起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看，就是這個那個下午我在明白是那個下午我在舊居消訊的一個被消失的 video 叫做那個下午我在 replay 中被消失的影像速速书信，从头重认这你痴，从层层叠的箱子里，从从来没细忆面前积到的故居，从头重拾身边琐碎，从头重拾某印象。重重重叠的光影里，从从来没有两样那花香的记忆，茫茫如水一般日子淌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面对教室，听往日声音。水一般日子淌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面对教室，看岁月燃烧。
从头重演速速书信，从头重演这女子，从层层叠的箱子里，从从来没誓应面前积到的故居，从头重拾身边琐碎，从头重拾某样唱，从重重叠的光影里，从从来没有两样那花香的记忆，茫茫如水一般日子淌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面对教室听往日声音，如水一般日子淌过，如风的呼吸记忆于我，面对教室看岁月燃烧，像失意面，无尽越过视线，风吹过稻田千川，别要为我别去这沙场对我悼念，随风骤似暴雨，也知你的心更乱，只望明天也许你可以给我许一个愿，悠长夜静漫漫，月也为我黯淡，此际踏向梦幻，越过万里阻下，然而自我别后，别要为我等候，此际越过夜静路向没法肯定，寒风和影，重逢一天，别要问我心中可挂念，
里恋爱视线风吹过落下翩翩，就似是我热炽的血流满这地面，随风就似暴雨，也知你的心更乱，指望明天，也许你可以给我许一个愿。悠长夜静漫漫，过万里阻下，然而自我别下夜静，路向没法肯定。悠长夜静漫漫，月也为我暗淡。此际踏向梦幻，越过万里阻下，然而自我别后。别要为我等候，此际越过夜静，路向没法肯定。悠长夜静漫漫，月也为我暗淡。此际踏向梦幻，越过万里阻下，然而自我别后。在越过夜静，路向没法肯定。寒风过雨，有啲甩漏唔好介意，因为咧黑晒喺个台度咧系好难弹。多謝你代我講咗句，我嘅甩漏。大家都有啲嘢。Anyway， 係1987年創作嘅一張專輯，叫做《我等著你回來》。我喺做呢個 show 之前，大概兩三個禮拜啦，去咗。大欖的這個囚押所去探何桂蘭，你大家知道每晚他都送花給我，因為他去年每晚呢都在座上，但是今年呢他就在裡面坐監。我跟他說，跟他聊天隔著塊玻璃的時候呢，他說哎呀死了，今天我來不到看你的show了。哎呀，你唱《等著你回來》的專輯，不是會唱《別等》咯？跟住咧，佢就咁樣，我就當時愕然啦，因為我同佢真係唔係好熟嘅，同埋大佢好多年，其實我都係算佢係長輩。你嘅心裏邊話嚇，咁佢話，咁佢話佢想咩咧？我諗佢意思話，屌，我好中意呢只歌噶，我聽唔到啦。我是这样阅读他，我想我要下次要问一下他，因为其实我当时是呆了，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成日令人觉得很惊呆的，他做的事，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持勇敢的女仔。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正值香港面对很大的转变，很多的动荡，當然那些只是開始，其實之後有更多更多的轉變和動盪。我等著你回來是借著白光的這首歌來描述這個借來的城市的前塵往事。1987年的香港有很多人覺得很焦慮，有很多人選擇了離開香港，而中英草簽呢就已經確定了是在1997年呢是將香港交返俾中國，所以等著你回來除了是
不好意思啊，俾啲掌声。弹上镜，弹上镜。系啊，左延下时间，大只大力啲，拍拍手掌。系，咁佢先讲到嘢噶。Excuse me， 唔好意思。一粒嘢就好耐，所以所以等着你回来，除了是讲述等待你的爱人归来，其实亦同时讲述回归带来的恐惧同埋焦虑。1988年的《你还爱我吗》里面讲的是爱与忠诚，是人同人之间的爱与忠诚，是人同地之间的爱与忠诚。其实我们可以去到一个什么境地，带来什么的震荡呢？在今天的香港，其实我们更加要反思一下这个爱与忠诚的问题。身影陪孤单，风渐渐沧桑透心间，旧梦退散，骤觉已晚，心灰意冷。沙滚滚，忆失却光阴，烟纷纷，皆不见真心，任路远近，踏遍市镇，辗转难寻。任雨侵逝去脚印，任雪霜飘满发鬓，独自前行。寒夜对影慨叹，天苍苍，今天各一方，心依依，飘忽你影子，夜雨悄悄，独在冷照，风中渺渺。任雨侵逝去脚印，任雪霜飘满发鬓，独自前行。路更弯，烟雨更冷，独往返，哭笑顾盼，短足循环。寒夜对影慨叹，任雨沾洗去脚印，任雪寒夜对影慨叹，路更弯，烟雨更冷，独往返，哭笑顾盼，断作循环。寒夜对影慨叹。
而係呢一首歌咧，就晚晚都唱啦嚇，但係咧呢、這個歌其實係一個電影嘅主題曲嚟嘅嚇。個電影咧就係、是、呢、這個金燕子係係係嚇，我就仲後生。然後今晚嗰位女主角嚟咗。中楚紅紅姑，咦，佢好似想有啲動作咁，即係我好似提佢，我好似 Q 佢咁樣喎。其實我唔係想 Q 佢，我只係想提佢。好香啊！好靚。好香好靚，同紅姑一樣。呢只歌咧，呢只歌嗰套戲咧，其實咧我一早就忘記咗啦，因為咧我覺得我嘅演技咧拖低咗啊鐘楚紅，鐘楚紅嘅水準啦啊，所以套戲咧我就自己從來都好怕睇，因為我好怕自己睇自己喺個大人幕上面啦，但係原來。過咗咁多年之後咧，發覺隻歌都仲幾好聽嘅喎，嚇啊！隻歌咧就為個電影為電影而寫嘅，然後隻歌咧其實個靈感咧係嚟自一個昆曲叫做《情探》嘅。咁竟然《情探》同埋《金燕子》裏邊講嘅嘢係好適合1987年嘅香港，亦都好適合2021年嘅香港。繁华换替，自愧美景荒废，错。
将心计怨永跛，余情未了，柔情仍要，诚实光阴返照，叹息息渺，圆华尽逝，繁华换替，自愧美景荒废，错将心计，余情未了，柔情仍要，诚实光阴返照，叹息息渺，圆华尽逝，繁华换替，自愧美景荒废，错将心计，余情未了，柔情仍要，盛世光阴返照，叹息息渺，圆华尽逝，繁华换替，自愧美景荒废，错将心计，余情未了，柔情仍要，盛世光阴返照，叹息息渺。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想你回来，我会开怀，梁上燕姿已回来，庭前花朵为你开，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想你回来，满心开怀，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南方航空公司PK 八九六号班机由上海到香港经已抵达，国泰航空公司 CH 七六七号班机由桂林到香港经已抵达，长城航空公司 BL 二六九号班机由天津到香港经已抵达，四川航空公司 LM 一九九号班机由北京到香港经已抵达。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海南航空公司 QQ 零一八号班机由海口到香港经已抵达。东方航空公司 MU 零零五号班机由上海到香港经已抵达。吉祥航空公司 HO 二零五号班机由天津到香港经已抵达。春秋航空公司 CN 二零四七号班机由北京到香港提前抵达。
林夕，今年圣诞应该一定好快乐，因为可以好快好快好快一口气直落睇特别一派。沙滚滚，愿彼此珍重过。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今天本来应该很高兴。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少平，祝大家圣诞快乐！我哋祝大家香港快乐，香港人快快乐乐。圣诞快乐！诚心祝福你，捱得到新天地。常听你说爱欠新鲜，没有进展，感觉心底里无力向前。尝试与你过每一天，让这光线。盖掩空虚一片沉闷，每天你你我我藏在四面，谁能随缘去找到新发现？如你掩护今天，没有亏欠，你可偷偷走远，忘掉昨天。我我藏在四面，谁能随缘去找到新发现？谁爱过了，日后遇见会再怀念？谁会计较，日后热爱冷却会掉？这日遇着面貌未看厌，你可甘心？逐渐蜕变，那可阻止避免？呢一首歌是送给世界上所有的，同埋香港所有的你、你、我、我。爱侣擦过身边，在每颗心也许少不免藏着怨言。如你厌恶今天，没有亏欠，你可偷偷走远，藏着无天。你你我我藏在四面，谁能随缘去找到新发现？谁爱过了，日后热爱会再怀念？谁会计较，日后热爱冷却会点？这日遇着面貌未看厌，你可甘心？热爱冷却会点？这日遇着面貌未看厌，你可甘心奉献？爱若逐渐逐渐蜕变，那可阻止避免？这日遇着面貌未看厌，你可甘心奉献？爱若逐渐逐渐蜕变，那可阻止避免？
也许重逢，重逢。明白美景良辰，辰。来日也许重逢，重逢。明白美景良辰，良辰。路上人面每张，日日观察过，似一样。难忘旧貌，常留在我心，未曾深爱过，亦说过心。斜阳漫漫。行人作晚风，向四方散去，不再去。回头察觉你那列快车在旁边远去，没法再追。来日也许重逢，谁又会跟着谁可永远相聚？明白美景良辰，原是似烟像云中散去。爱我。
我吗？没边灯只怕僵化，习惯天天共堆，怎么知道情会否简化？我也许不应追求真假，但是也不想各自欺诈。你爱我吗？我愿能知道，就让我不必继续惊怕。爱不爱啊？是不是我哋同一党的？又吹了西风，如何辨认你？我也始终搞不透。在昨天所讲是有情有义，在这天边境不签字。在昨日说为你已经走，在这天率先争取减轻债务。谁人若要救家务，每日清早。昨日说是诡诈议论，在这天只看得某一些结论。谁人在背后暗地继续吹风？
捉摸，在昨天孕育着爱和寄望，在这天收于一间房，在昨日说愿一起担当，在这天翻份真善飞奔远岸，旁人是再没有下呼吸一向，昨日说着这样那样，在这天所作所觉偏偏两样，回头望你共我亦算是一档，昨日说着这样那样，在这天所作所觉偏偏两样，回头望你共我亦算是一档，昨日说着这样那样，在这天所作所觉偏偏两样，回头望你共我亦算是一档。一档可能是很危险的字，我即刻停了，即刻停了，不惊的。多谢。在今天的香港，红线四围都是有個人咁樣影住我相咧，我有時都驚嘅。或者我哋坐一排嘅時候咧，突然間嗰個角落頭咧有個人，好靜咁樣坐喺度，其實都係有啲驚嘅。攝影師驚唔驚？因為我唔識佢啊嘛，我唔知佢係邊個。同埋有啲人咧好靜咁樣坐咗喺度咧，睇 show 嗰啲人咧係一路都唔喐咧咁樣咧。嗰啲恐怖啊！我知道你係邊個嚟噶啦。所以又是要學嘢的時候，怎樣面對一個美麗的新香港？明哥教的書啊，而家係。同黨呢一首歌是1988年的，是講當時，其實當時嗰個社會有很多係咯，即係狼狽為奸的人，但係歷史是不斷咁 replay 嘅，而家都是。最近為了這個演出呢，我們就去找一本書看看，想充實一下自己啦，就發覺這本書呢，在網上有一個華人的作家就是 comment on 這本書。這本書呢是一個美籍的猶太裔政治學家，叫做 Hannah Arendt， 寫過一本很出名的書，叫做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簡單地講就叫平庸的惡，是對為何會發生在600萬猶太人的大屠殺提出了一個理論，就是平庸的惡。 Eichmann 這個猶太人艾希曼是德國納粹黨裡面的中層官員，負責猶太事務，1960年是被人發現之後咧，就係押送翻去耶路撒冷，係受呢個審判嘅。納粹早期嘅猶太政策咧，係強制驅逐，而唔係屠殺。嗰陣間，艾希曼咧主要係負責驅逐猶太人同埋沒收佢哋嘅財產。後來帝國嘅政策咧係轉為所謂嘅最後方案，亦即係集中營毒氣室嘅殺戮方案。他就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登記集中運送去集中營。作為一個反猶太樞紐型的人物，艾希曼其實可以說是罪大惡極，理應作為一個戰犯這樣被審判的。但是為何阿倫特用惡的平庸來形容艾希曼這個人呢？因為他通過觀察發現艾希曼，即是 Eichmann 這個人呢，似乎並不是天性的殘酷的人，頭腦扭曲，即是他不是一個天性殘酷、頭腦扭曲的變態狂魔，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市民。他愛拉小提琴，他喜歡請小朋友吃朱古力，還周不時幫鄰居做一些維修的工作。
精神醫生對他的分析報告呢亦顯示這個人呢是並沒有任何的心理或者是精神疾病，對工作、對家庭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之有責任心。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不過是執行上級命令做了本分的工作而已。在他的敘述裡面，他既不是這場屠殺的編劇，亦都不是他的導演，更加不是製片人，他只是其中一個可以隨時被替代的演員。在阿倫特看來，這些就是平庸的惡。這種惡其實是並不需要創造性、戲劇性、理性，這種惡是不需要創造性、戲劇性或者是思想性，只是需要一丁點的盲目就夠了。在 Aaron 的解讀裏面，一個最關鍵的詞彙就是不假思索 thoughtlessness。 在他看無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是艾希曼罪惡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一個坐在辦公室傳達一些訊息、執行一些命令，為何會變成了殺人犯呢？他反覆地強調，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猶太人，事實上我沒有殺過任何人。法官黨委親友老世街坊神父齊觀看，許多位醫生都診斷不出症狀，這個病人和處方，天真的他愛說愛想愛尋覓方向，今天呼吸不到空氣滿身冷汗，壓力異常是沒法抵抗，舊理想跟他安葬，赤子心跟他安葬，舊記憶跟他安葬，莫再想神父回家去， TV 中精彩的广播已带走眼泪，继续繁荣又碰杯，天真的他偶尔也许还浮现心里，追忆当中偷偷不免有些眼泪，要是淡忘亦没有不对，旧理想跟他安葬，赤子心跟他安葬，旧记忆跟他安葬，泪已干罩住一切，神父回家去， TV 中精彩的广播已带走眼泪，继续繁荣
又碰杯，天真的他偶尔也许还浮现心里，追忆当中偷偷不免有些眼泪，要是淡忘亦没有不对，旧理想跟他安葬，赤子心跟他安葬，旧记忆跟他安葬，是与非跟他安葬，旧理想跟他安葬，赤子心跟他安葬，旧记忆跟他安葬，泪已干就遭一切又遇上，没有张扬的命案里面那个主角，或者这件事其实每日都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着。平庸的恶这本书呢，其实 是在六十年代那个的审判之后是写的了，但是到了今日我们仍然觉得这个概念是繼續在這裡，是因為原來邪惡是不斷的 replay 的。其實普通人為什麼會作惡呢？就是繼續講這一本書，這一篇文章，有一個華人作者去 comment 這一本書。這個華人作者說，普通人為什麼會作惡呢？是因為恐懼，因為利益引誘，因為觀念的魔法。個體的惡或者覺得很乏味，但是集體的惡呢從來並不平庸，他前面往往是權力的指揮棒在那裡呼風喚雨，而燃料呢就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話語所點燃的激情。在關於平庸之惡的討論裡面呢，惡的泛濫其實是未必需要多少個壞人，其實往往只是需要幾個魅力四射的瘋子和無數不假思索的人，邪惡被切成一小份一小份，細到每一份的邪惡實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惡的份量，他們只是盡忠職守，將面前的畫板畫好，但是當所有的畫板都畫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的时候，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就出现了。历史是真的不断的 replay， 邪恶不断的 replay， 集中营其实都不断 replay 紧样，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不断 replay。今日有三十几个国家在世界各地看紧我们的直播。譬如特別在歐洲，歐洲有些國家我們 suppose 是覺得他們是一個很進步，是在即是文明和即是民主上面是很進步的地方的國家來的，譬如波蘭、匈牙利等等呢，他們近年呢都是竟然是重新刑事化了同性戀，是一個向文明和民主的開倒車。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睇過一本書，係一個美國嘅作家叫做 Gore Vidal 寫嘅，叫做《Pink Triangle and Yellow Star》。喺《Pink Triangle and Yellow Star》，即係喺集中營裏邊咧，嗰啲嘅同性戀者咧就會帶住一個 Pink Triangle， 一個粉紅色嘅三角，而猶太人咧係掛住一個猶太人的象徵啦，黃色的星星啦，而他哋兩種人咧，都最後是送去屠殺的。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窗边雨水拼命地侵扰安睡，又再撇湿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趣。上窗，寄望梦想于今后，让我再握着你手，无需逃走，世俗目光需放牛，为你我甘愿承受，愿某地方。将爱相许，抹杀内心的色彩。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将金色尽染在梦魂外。结在梦魇的心内，愿我到死未悔改。时钟停止，我在内心的等待，害怕雨声在门外。愿某地方不需将爱相许。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将金色尽染在梦魂外。若这地方必须将爱相许，抹杀内心的色彩，让我就此消失这晚风雨内，可再生在某梦幻年代。在梦里忆记，大地种满了血色蔷薇，惊慌中梦幻更诡秘，面目已变了无自己，谁人放弃不理，烈焰都已死，谁人放弃不理，旧目光已死，纷争中幻灭了真理，现实世界里众生迷离，私心贪恋没
发清凉，最后见满了如墓碑，谁人再也不理旧日的痛悲，谁人再也不理没落的世纪。危险的幻象日夜仍遇上，但世间一切在变样，一切在变样，变了样。现实世界里重新迷离，私心贪恋没法清理，罪恨见满了如墓碑，谁人再也不理旧日的痛悲，谁人再也不理没落的世纪。
迷乱，浪浪甘暖，浪雨倾诉无尽爱慕，情迷乱，浪浪甘暖，浪雨倾诉。无谓再怨恨，缘定半生，笑笑长路独走，寻觅偏远近，何用人牵引，乐意等候，把心锁重修，纵千手难偷，爱惜保留，情属你专有。沉沉浮华渐喧，烟碎片段，怀念倍添，悠悠浮云望穿，人事看厌倦，唯独情不变，立志守候，与飘风同舟，终可忘忧，以歌解愁，疑惑我伤透。
浮云望穿，人是岸厌倦，唯独情不变，立志守候，与飘风同舟，苦中可无忧，以歌解愁，疑惑我想透，立志守候，与飘风同舟，苦中可无忧，以歌解愁，疑惑我想透。
唱翻只歌俾大家听。信不信都好，我一切安好，明日难保，无别人倾慕，忘了爱上过你的美貌，如此惊心雕塑，忘了你说过我的粗糙，跳不了你的舞。还早，已无事情可做，寻味寻欢乐，行未行歪路，忘了诉诸你，我想用途，而不想执手。忘了告诉你，我想做你穿破了的布，唯有告诉你我的苦恼，除一根消耗。忘了告诉你我的路，看不到你苍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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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多謝。笑一笑已蒼老，我哋希望可以。剛才嗰只歌咧叫做我哋希望可以睇到大家一齊蒼老。我哋都會嘅。以下呢一首歌，應該係錄喺2017年嘅，咁就我從來都未唱過，尋晚做咗第一次 rehearsal。咁今晚好驚，因為兩位作者，即係兩作者有一個喺度啦，馮詠琪小姐，我唔知佢坐喺邊度啊，係好喜歡佢嘅歌，好耐都只有機會唱 Vicky 嘅歌，同埋即係唔喺呢度嘅周耀輝，係2017年嘅，我如果冇記錯係嚇。咁其實咧呢只歌咧，係我好耐未聽過咧。一隻歌咧係令到我咧係流馬尿嘅。好，多謝先。希望今日都可以係咁感人啦。多謝 Vicky 同埋阿周耀輝，同埋監製好似謝國維都嚟咗係嘛？係，多謝你哋。係原本係收錄喺撒那的烏托邦裏邊嘅，而家就收錄咗喺我哋嘅最新嘅專輯，叫做Decade 或者係 Decadence。
我喜欢住在哪里，却就巧遇着风吹。几张被单翻过二十岁，几双筷子面前几多思绪，日后才过去。红尘漫漫在身躯，不想挂花木门，不想染污白墙，但我灵魂开始粉碎。寻寻觅觅，为着可以睡，营营役役，为着可以在花的精致躺下，在山的宽宽坐下，在新居醒了，窗纱开了，偏偏想到故居，或者将一切建立，或者将一切破坏，或者心安了，灯火熄了，世界在哪里？酒饮过已难除，几幅照片换来几多根据，日后在过去。茫茫大地在身躯，街中究竟是谁，厅中究竟是谁，但我灵魂开始粉碎。寻寻觅觅，为着可以睡，营营役役，为着可以在花的精致躺下，在山的宽阔坐下，在新居醒了，窗纱开了，偏偏想到故居，或者等一切塌下，或者等一次一手烧了它，用最大气力，在最终有一堆，随鲜花一扎散下，在高山一处放下，在新居整了，窗纱开了，知不知道是谁，或者将一切建立，或者将一切破坏，或者心安了，灯火熄了，世界在哪里？从此安居哪里？你在哪里？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One plus four equals 14. One plus four equals 14. One plus four equals
魂地更新，被信的请记住你是神。来重复的念，重复的学，重复的做，神经质未曾的消逝，浮云的光亮为成的一切，神经质盛世的不不说谎，你是神。多其实好像那首歌一样，在不在乎你是一个人。在1984这本书里面、是有这样说过的，因为这首歌是灵感是来自1984。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这本书是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议题，就是审查制度里面有一个叫真理部 The Ministry of Truth。 真理部是做什么的呢？真理部呢是控制所有的资讯，纠正历史的记录，使到资讯和老大哥 Big Brother 目前的言论是符合，令党所说的一切皆为真相。怎允许摧毁信念，浩荡像为了被怀念。现在别问他可有胆公开纪念，被现实骑劫怎怨天。如
烛光都有罪，将暗黑多几十年，如伤疤都有你未变脸。回忆即使有罪，真相怎么敢冒言？历史假设使有人竟被发现。可悔当天走太迟，道路腐坏了，不敢涉险。现在若问我，怎会这么想纪念？烈焰还灭过，总有烟。如烛光都有罪，将暗黑多几十年。如伤疤都有灵，未变脸。回忆即使有罪，真相怎么敢冒言？历史假使有人定被发现，皇天不必答辩，只怕苍生很茫然，后土不必冷言。生灭无念，历史只懂向前，辗转反侧三十年，如今沧桑少年，莫问苍天。若举手，为谁命运祭奠？广场上这么多告别。是谁铸就壮烈？愿广场上声音不会广场上声音不会灭。要唱我哋嘅新歌啊，喺我哋嘅新歌里边有一首歌系叫做《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其实同我哋之前写嘅同党其实一样，都系讲一啲 partners in crime。亦都好似《平庸的惡》裏面嗰本書嗰個嘅 Eichmann 咁樣，其實嗰個就係我哋嘅男朋友。呢一個亦都可以係你或者係我，我哋都好容易會變成咁樣。所以喺呢一本喺呢一段嘅 commentary on 呢本書嘅文章裏面咧，呢位作者咧，佢話。我哋點樣可以唔成為平庸的惡嘅一部分，唔做個不假思索、只求心安理得嘅人呢？面對惡嘅蔓延，面對高壓，面對誘惑，尤其是係面對嗰種不容置疑嘅政治話語，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呢？佢話佢有一個建議，就係要作為個體去思考、去睇睇唔到嘅嘢，去聽
聽唔到嘅嘢，去尋找嗰個更大嘅途徑。呢啲不僅僅是一種興趣，而且係一種義務。I repeat， 作為個體去思考，去睇睇唔到嘅嘢，去聽聽唔到嘅嘢，去尋找更大嘅途徑。呢啲不僅僅是一種興趣，而且是一種義務。怎畅行宇宙，怀着这片心，为死可以翻手，怎会放心，怎去散心，怎破除恶咒，愿你安享以后，安葬当初无灵柩，没有心肝听说便长寿，你将心放手，跟丧尸交上朋友，大概也可心安然离得早头，安心出口，再安心出走，若你我有心安了没有，安居安稳与安枕之间，像血气隔衣袖，安心出手，再安心出丑，病到已丧心，惊过没有，安于不安，仍无愁无忧，愿你我无内疚。爱出可要带走，忧患诞生，安乐至死，天国上畅游，能明哲保身，别伤春再悲秋，只要戒口，不要戒酒，心痛亦有救，愿你出生那日可以出家来陈旧，别你心肝早已未存在理由，安心出口，再安心出走，若你我有心安了没有，安居安稳与安枕之间，像血气隔衣袖，安心出手，再安心出丑，让道已丧心，惊过没有，安于不安，仍无愁无忧，愿你我无内疚，别再浪费今生，请不必费心，谁有权上方舟，请把我带走，谁贴近你身后，请不必费心，谁有日带你走，请打开戒心，若你乐意忍受。多謝多謝，好似好沉重咁啊嘛，其實唔使噶嚇，唔使好沉重噶。面對艱難，其實係要需要更多更多嘅幽默感嘅，所以我哋先寫咗呢一首《我的男朋友》嚇，笑住跳住咁樣去面對逆境，好唔好？嚇，唔使憂愁噶。
我哋應該要係咯，有智慧地去應付一啲嘢嘅嚇。好，頭先佢又出場啦，佢又出場啦。何桂南，何桂南指定要送嘅花，因為佢舊年六場都喺度，所以佢我攞張花先啦。為什麼你覺得我寫得這麼細，為什麼我覺得我會看到呢？永遠的達明，男朋友不知道什麼，我看不到。這個就比較清楚一點，因為他知道我跟我年紀差不多，小我一點。是你的老婆。我知道，我寫我說我要唱出我夢，願我們願香港一起唱下去。佢係 call 翻舊年我哋講個嗰個開海夢嗰句説話。哇！你老花都送呢個人送呢、這個嗰陣喺咪度啊？歐嘉倫喺度啊！多謝你，歐嘉倫啊！歐嘉倫係我偶像嚟嘅，大家俾多啲掌聲佢嚇。然後呢一個係咩嚟嘅咧？先哦，呢個係我哋一個每晚都代阿南，應該係嘛？代阿南送嚟嘅送花嚟嘅一個朋友，佢話：親愛的達明，聖誕祝各位平安。我咪要讀出嚟㗎，因為唔讀㗎，讀啊。OK， 呢六晚每一晚我都代南送花俾你哋，見到你哋高興嘅樣子，相信我就係我同佢最開心嘅事。南曾經話過，明哥係人生嘅尊師。哇，好核突！我最愛嘅男人，我都曾經講過，明仔係一種信仰，想俾大家知道，明哥係我哋嘅心目中就係咁重要嘅存在。我覺得好似好唔需要講。OK， 男中意一首歌叫做一咩圓命，一鎖圓命嚇，一鎖圓命。有一句話叫做誰要去領軍，諸位也可能。雖然佢正在籌。但是大家仍有很多事可以做，一邊睇，他一邊聽這首歌，一邊寫這封信，只是大家的人可不可以，他只是希望大家可不可以再做多一點事，我想他是說為香港，繼續唱，繼續找，總會找到方向。 PS 看完達明，歡迎大家寫信去九龙中央邮政局73692号信箱，无需注明收件人，相信南会好乐意同大家疯狂讨论。P.S. 希望明哥仲记得冇入碟嘅爱比起，话呢啲嘢唔好讲，你唔要我讲啊。OK，Anyway， 多谢你，唔好意思啊，但系因为系真系佢哋系好跟随咗我哋好多年嘅，亦都系好年青嘅人，咁是啦，我想我哋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包括係寫信俾佢哋去探佢哋，同埋喺你哋嘅生活裏面做好多有創造性嘅事，好冇？
然後卒之，我哋都創造咗新嘅專輯，新嘅專輯裏邊有舊年寫嘅呢一首歌《今天世上所有地方》，送俾所有今日缺席嘅人，希望我哋好快可以同佢哋再聚。一个地方战胜了哀伤，却在继续静养。你说你拥有是无限量荒凉，照片都不想让我看一看。听说你今天继续拥抱梦想，挫折再担当，要为正义负上。过去已失去，但仍念念不忘，碎片要怎么合拼见真相。如世界已吸窄，像隧道埋藏，时间看似走向灭望惊慌，跌碰在摸索，前面路茫茫，靠极远一点光，我会找到方向。我会说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你要去多远也被困在迷茫，却更要相信自由便将释放，哪里缺少的在哪里补上。在于这个地方，你我说今天这段过去状况，哪怕已走过死荫幽谷一趟，这广阔天空又再次开朗。如世界已吸窄，像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同步往远方，跌碰在摸沿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世界已吸窄，像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尽力赶上，跌碰在摸索，沿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我愿意牵你手，不怕隧道极长，继续唱，继续走，总会找到方向。伟业独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玛丽现活在澳洲，天天温暖。永达共大杰唱诗，歌声多最甜。修丽伴在骆敏坚，温馨的脸。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
送俾所有鍾意廣東話同埋廣式文化嘅人。忘掉了你的風雪，忘掉了你的福雨，忘掉了你彷彿北方神話地不會飛去的鳥，我卻更稀罕南方的所有的舞都跳。你有你意想的，我有我暗恋的，相爱总会方快感情。你要永远输液，我要永远失忆，相信只有歌舞升平，给我一吻为证。当你冰冷的笑，我要爱一种南方的所有温暖都要。你有你意想的，我有我暗恋的，相爱总会方快感情。你要永远注意，我要永远失忆，相信只有歌舞升平，不要一切旁证。你发光的，我有我在身的，仿似一对凄美精灵。过去永远假的，这晚永远真的，相信只有歌舞升平。明白了你的高贵，明白了你的身世，明白了在一个歌舞升平的世代，我们还可以创作什么呢？就是创作以下这些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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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月梦想听遍一带，十二月来歌唱大同，望上面提许天天参拜，望下面来一切共同。石要石我已住，人人都呼吁，想要想你太好，人人更幸福。当一一个个有爱都呼喊，在二二大家个个唱啦啦啦，夸啦啦，世界变得不惊怕，共度患难和我啦啦啦。梦想亲边一派，后现代略消费太平，实现着齐建一家的快乐，浪漫事来跟我躺平。有你有我有他，人都呼吁，有你有我有他，谁人最幸福？当一一个个有爱都呼喊，
再意义大家高唱啦啦啦夸啦啦世界变得不惊怕共度患难和我啦啦啦多三三个个有错都诛杀慢慢对大家一心啦啦啦帮爸爸试试唱法的非法共助梦幻和你啦啦啦高唱啦啦啦，哗啦啦，世界变得不惊怕，共度患难和我啦啦啦，当三三个个有错都诛杀，慢慢对大家一心啦啦啦，猫妈妈放放最乖的飞鸽，共度梦幻和你啦啦啦，这里是我家。是啊，呢只歌系咪好好适合跳嗰啲雨伞舞啊？吓、啊、吓、啊，可惜我哋今日最后一场，如果唔系，真系应该嗌大家带啲雨伞嚟一齐喺度跳雨伞舞啊，系嘛？其实咩舞都跳到嘅。系啊，但我觉得最适合系跳雨伞舞啊，或者是下次你跳啊，好，好啊，同你一齐跳喎、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要唱最后一首歌，尾几噶啦都。咩啊？哦，係喎 ，OK， 係我要介紹一下啲樂隊先喎，好唔好？係啊。係，不過喺介紹樂隊之前，我想特別多謝所有嘅工作人員。我唔逐個講啦嚇。因為佢哋同我哋合作好多年。最重要係監製阿 Mark， 同佢嘅團隊嚇、做咗好多好靚嘅 video 嘅珠峰、燈光、Alan。等緊阿倫係嘛？係啦，然後 Miso 嘅同事啦，台前幕後嘅啦，咁仲有我要多謝係幫我哋做嗰啲 video， 珠峰講咗啦嚇，好靚好靚嘅一啲嘅你見到有一啲嘅 video 裏邊咧，有啲好靚嘅畫嘅。譬如是愛殺啊，或者是你懷愛我媽，同埋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咧，嗰位係一位香港好出色、好年青有為嘅一個嘅畫家，叫做黎青賢嘅，好多謝佢借啲畫俾我用。係。同埋黎達達榮啦，黎達達榮幫我哋畫咗今次嘅封面，同埋佢有一啲嘅插畫咧，都喺上邊你見到嘅。白雙全都有一張喺上邊。咁幫我哋設計封套嘅 Lumus 啦。咁介紹下樂隊啦。好啊，但係介紹樂隊之前咧，我哋都要介紹，即多謝一個人嘅。呢個人咧就係黃耀明，因為咧佢咧除咗喺幕前幕後咧做好多嘢，跟足成個 concert 嘅所有production 啊跟好多嘢咯。總之咩都佢都要決定嘅嚇、啊，所以咧。俾多啲掌聲啊！多謝明哥，係唔記得咗提佢唔好講呢句説話咧。anyway， 介紹樂隊好啊嗱，由左至右啦，咁啊打鼓係肥仔明，年年都同佢合作啊，差唔多。咁隔離嗰個咧第一次合作，
但同我就合作咗好多次啊，就係Season Lee 啊，李家強，跟住咧呢、這個元老啦，又係佢好耐以前咧已經同我哋夾噶啦，就係、是、蔡德才 ，Jason， 耶、yeah, ，多謝，好到呢邊啦，中間呢位咧，哇唔使多講啦，佢就係、是、梁基爵。基伯，佢係樂隊領班，即係 band leader 啦嚇。咁就佢，因為我哋啲歌咧，卅幾年之嗰啲頭嗰啲咧，即係成卅幾年嘅歌咧，好多 program 咧已經，即係我已經唔記得曬啊，或者係啊冇曬佢。但係咧，基爵咧好新，即係用佢嘅勞力咧係抄，即係整再。重新 program 過啲歌啊，所以啊真係難為佢噶嚇。好啦，最後嗰兩位咧，想講下咧，基爵咧而家咧係開始做好多一啲比較實驗性嘅一啲installation art 啊。大家留意佢嘅social media， 佢成日做好多嘢噶。係啊，佢好前衞噶。個禮拜都好似有嘢發生噶。大家俾多啲支持，基爵更上一七層樓，好唔好 ？Yes， yeah。 好啊，跟住咧就係、是、篤執毛嘅阿水啊，唱和音嘅。佢有隊新樂隊嘅，叫做 ROOT Root， 同埋開始唱中文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翻去狂煲佢嘅歌，好唔好啊？狂煲阿水嘅歌。好嘅。最後咧就係、是、咧呢、這個台。上面咧最後生嘅一位就係彈 bass 嘅阿權，其實唔係嘅，佢係好似同李駕時一樣咧，係都係 multi talented 噶。佢唔止彈 bass 啊，係啊，佢彈，佢有時又彈吉他啦，有時又彈 keyboard 啦。有人其實佢一個鼓手嚟嘅，又係嚇。好似話佢係打鼓先，點夠你啊？即係我哋可以收聲啦，真係。哦，你大家哦，佢你哋聽唔到佢講咩嗬？佢話咧，佢細個係因為肥仔明開始學音樂㗎。好嘢！哇，左右護法啊！哇，原來大家唔好即係每一件微小嘅好嘅事咧，都係應該做，做咗係會變成更多美好嘅事㗎嚇。係啦，除咗咁多人介紹咗咧，最犀利就係耶穌啊！因為耶穌咧帶俾我哋好多嘢嚇，今晚咁平安咁喜樂，大家啊睇得咁過癮，同埋我哋又玩得咁過癮嚇，多謝佢啦嚇。嚇，同埋我想介紹埋咧，阿權咧有一隊樂隊，大家都應該去即係狂煲嘅嚇，雖然佢作品比較少，就係、是、A New World If You Can Take It 嚇，大家留意佢啦，佢開始幫好多人做編曲啊。譬如藍奕邦嗰首新歌都係你編嘅，我知道係嘛？係，所以我哋要俾呢啲新嘅 talent 多啲機會係嘛？香港係靠呢啲。爭一個就係咧，同我哋個踢力啲筍嚟嘅係阿明啊叫，咁佢幫我哋插好多吉他嘅嘢啊，琴又要幫手。佢中意喺黑暗裏邊嘅嚇，佢好黑埋喺裏邊嚇。咁同埋我要特別多謝，除咗。壞過呢個海婷嘅 Serini 之外咧 ，Serini 喺唔喺度啊？我唔知佢係咪喺度啦嚇。但係好多隻 Serini 喺即係嗰邊唱歌嘅時候咧，都同時出現喺呢邊。佢仲唔係神奇女俠嚇？咁另外另一位係潘迪華小姐。今日係26號，仲有3日咧。12月29號咧就係佢91歲生日。哇！好啊，可以，好犀利。咁喺過去嘅大半年咧，佢都係喺度籌劃緊呢一本嘅圖集，有好多嘅佢嘅歷史啦，有好多佢嘅 news clipping 啦，關於舊陣時香港嘅由上海去到嚟到香港之後好多發生嘅事，佢做過嘅嘢啦，咁好多相啦，又好多佢嘅感想啦，嚇咁呢一本嘢咧叫做。Clips of Glamour， 潘迪華華麗旅程，60年代至80年代，即係話好似有下集咁樣。
佢真係好勁，一個接近九十一歲嘅時候咧，九十一歲嘅人咧仲喺度計劃好多好多嘢發生。頭先大家聽到佢唱嘅《我等著你回來》咧，唔係佢嘅錄音嚟，即係唔係佢錄過嘅歌嚟嘅，佢從來冇錄過呢一首歌。呢一首頭先佢唱嘅嗰一段咧，係我哋專登大概十日前啦，去佢屋企同佢錄嚇，拎個麥去佢屋企同佢錄。咁因為佢其實即係都好多好多唔方便嚇，但係佢都仍然願意為我即係去錄咗呢一個我等著你回來。一來佢又係上海人啦，由上海嚟到，亦都係同白光一樣係一個天涯歌女啦。所以我覺得由佢嚟唱《我等著你回來》係即係另有一番嘅意思嘅。好多謝 Rebecca， 生日快樂 ，Rebecca！ 生日快樂啊，係啊！然後最後我想因為有一個朋友咧，上個禮拜咧喺大館有一個book fair咧，發覺有一啲人咧好中意做，係啲粉絲咧好中意做嗰啲叫 fanzine 嘅嘢。咁然後發覺有一位人咧係叫做Atom Alicia C， 佢做咗一本嘅粉絲嘅一個刊物啦。我哋兩個都有一本嘅。係啊係啊，咁佢原來係因為舊年嚟睇過六場嘅演出，然後將佢嗰六場嘅演出嘅感受，同埋一啲嘅照片啦，或者係插圖咧，變成咗一個好靚好靚嘅一個 fanzine。我唔知道有冇得賣，因為做好少嘅啫嚇。咁佢話佢好細個就跟屋企人移民咗，所以佢對我哋嘅歌特別係有感受。雖然他寫中文寫得不好，但他聽中文聽得很好嘅，咁所以呢本書咧其實係成本嘢用英文寫嘅，嚇咁好多謝你幫我哋打入國際市場。大家可以去揾下我哋，或者我哋可以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去介紹一下呢一本書。啊，咁仲有邊個人要介紹啊？聽到係Vicky 係嘛？係，我哋要多謝，其實多謝好多人嘅，但係有兩個勞苦功高嘅人。Vicky 都經理嚟㗎，係啊，就係我哋嘅 management team 啦嚇啊，其實係一個人嘅啫，就係Vicky 吳經理。另外咧另一位係人山人海嘅 partner， 亦都係我嘅好好朋友，同我做咗差唔多接近三十幾四十年的朋友郭啟華，多謝你。係，好嘢。最後應該係咁啊，多謝我老婆啦。好多好多好多嘅紀念品咧，都所剩無幾啦。不過一陣間大家走嘅時候，都幫我哋搬走去啦，要錢㗎嚇。咁咧如果冇嘅，遲啲可以網購。多謝曬你哋，希望你哋來年係有一個好開開心心、平平安安，同埋非常之有創意嘅2022年。終於達明一派嘅人有福了，寂寞的人有福了。係啦。上帝万岁，我需要的你都允许，上班放工吃饱再安睡，伴侣伴侣没有伴侣，也不觉得有必要追，太多快感太方便失去，桃花命犯不起的桃花，代用品通为何？我这世界也够填满吧？桃花就像失手的高雅，尽量将污点擦。
碎，上帝万岁，我需要的你都允许，活着放心，受心在安睡。伴侣伴侣，没有伴侣，也不觉得有必要追，我的情绪向沙漠刮去。走翻上嚟好冇啊！記住幫我哋買曬啲嘢，俾時間你哋買嘢。係啊！我仲未多謝曬所有人嘅。喺首先要多謝一個人先啦，佢幫我整頭髮整咗好多年。Ivan Headquarters 嘅 Ivan， 佢已經企咗喺度啦。係啊，佢啲亦都整好。佢話如果我俾佢上台彈一次吉他咧，佢就唔收我錢啊！好貴啊！這個除即係髮型師啦，但係佢咧可以有四十幾支嘅珍藏。喂，你講下你做咩要咁？虐待下自己咯。虐待下自己啊！好好聽啊，點樣虐待下自己啊？我聽咗個彩排，好勁。好多謝 Ivan， 好多謝幫我哋化妝嘅 Vanessa。同埋另外一位我特別要多謝嘅，就係、是、由第一個大明一派演唱會到今日。都幫我哋做形象，同埋好多我哋嘅之後嘅風套啊，包括我自己嘅 Thomas Chan， 多謝佢。Thomas 好似走咗先。Anyway， 呢個歌 Ivan 想同大明一派一齊玩，因為佢話佢係聽大明一派大嘅。準備好未？嚟啦！
街中失去傲然随处风，在眼中在半路是赤色的霓虹，静静过赴于风中，孤单骤然全失踪，让困扰让理想像睡一空，如龙眼光的追踪与讥讽已失作用，让每刻青春与街灯每晚重逢，长夜里天使在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闹着在路中乱跳，长路里充是怨吐是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梦着着夜幕任意抛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看到，孩童的心没困扰，没理想是丧失的灵魂，感谢爱哭的声音吹逼着游离的心，乱去闯乱去等没有变更，沿路眼光的追踪与讥讽已失作用，让每刻青春与街灯每晚重逢，长夜里天使在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闹钟在路中乱跳，长路里充满是怨妒是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抛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看到，长夜里天使在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乱跳，长路里充满是怨妒是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抛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看到，掌声啊！掌声。Ivan 哦，我哋决定炒咗你啊！你以后唔好帮我哋剪发啦，你帮我哋弹弹吉他啦，好唔好啊？以后唔系啊，好得发噶，好，多谢 Ivan。要唱今日最后嘅一首歌。我好多谢今日有好多朋友嚟捧场，我唔可以逐一多谢佢哋，但系我觉得。我哋能夠好似舊年都係我講《暴政》嗰本書咁啦，我哋要繼續生活落去，繼續快樂落去，繼續
大家互相見多啲，嚇，唔好俾邪惡嘅勢力令到我哋大家匿埋曬。所以我今日好高興見到女神喺度，鐘楚紅喺度，然後見到現代嘅男神黃宗耀。我其他我唔知頭先啱啱新婚嘅萬必都嚟咗嘅。因為他要宵禁就走了，是吧？宵禁走了，他要11点之前回家。然後我見到我的死黨1月2號會開網上演唱會的何韻詩。阿姑1月2號啊，記住啊，大家網上看何韻詩啊。好，我哋真系要唱最后一只歌啦！如果唔系，你哋攞唔晒嗰啲嘢走嘅。好多谢你哋，今天应该很高兴。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瞬间写满。伟业当自在美洲，很多山打船，玛丽燕活在澳洲，天天温暖。茫茫照片，追忆。某一个夜，那圣诞夜重现目前。永达共大杰唱诗，歌声多最甜，受礼伴在乐文间，温馨的年，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谢，我仲见到同我好多年朋友嘅刘天兰同埋佢嘅女女悠悠、岑玲仪。闹市这天，灯影串串，报将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瞬间写满。我独自望旧照片，追忆起往年，我默默地又再写，仿佛相遇，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日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
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谢刘宇达，多谢晒刘宇明乐队，多谢晒，系出嚟，好多谢晒，要鞠躬噶我哋，好好，我哋鞠一个躬就俾你哋落去啦，一二一二三，然后我哋咪想影一张相啊，调转我哋踎喺度。好，快啲咯！我哋俾人罚钱嘅啦，快啲啊！一，好，一二三，大家开心啲！好，姐姐，圣诞快乐！世界各地嘅朋友，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希望个地球咧越嚟越好啦！记住买我哋好靓嘅口罩。